台大法律系出身的总统，也许他在最后的任期之内，他的满意度或者支持度都降低。但是陈水扁总统在担任市长，他的市政满意度是有史以来最高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台大法律系出身的人担任市长这件事情，其实是不坏的，不坏的。台北市应该是什么样子？应该从两方面嘛，一个是风貌，对不对？台北应有的风貌是，另外一个是台北的人。